等等，你这样一来，我们换房子还有什么意义啊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全部丢回去，只留必需品。搞定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我要去收拾我的必需品了。对了，冰箱里还有点吃的，就当是请你的。加油！叶璇，这些你不帮忙收拾一下吗？谢谢李老板，拜拜。喂。怎么收啊？什么什么时候去啊？李璇，哎呦，这还没收拾好呢。Thank you.